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太阳能小型的发电系统，它既可以用于照明，也可以用于手机充电。现在我们打开它的包装盒，这是十款不同的手机充电接口。这是有着三米线长的 LED 灯，这是三个 LED 灯灯泡，这是配有蓄电池的一个太阳能板控制箱。这个控制箱它不仅可以控制我们的太阳能板，还可以有一个储存电力的功能。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太阳能板，把太阳能板放在一个光线比较充足的环境下，然后将它的接口接上这个控制箱。现在控制箱上出现了一个红色的灯，这表示它是在一个充电的情况下。当它充满电的时候，这个灯它会出现的是一个绿色的状态。现在我们把灯泡接上来，然后把 LED 灯的这个 USB 接口接上，OK， 现在按下这个控制箱的工作键，这里会出现一个绿色的灯，表示它已经在一个工作的状态。然后我们按下这个 LED 灯的开关，现在灯就亮了。然后像我们在有需要的情况下，手机充电和照明都可以同时用的。然后我们注意的是，尽量不要把这个控制箱暴露在太阳的直晒底下。介绍完毕，谢谢。